Hello， 大家傍晚好啊！请大家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点赞按分享出去好吗？现在你们给我一下子哦，然后我分享出去就可以开始了。你们也帮我一起分享出去 like and share，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帮我们分享，谢谢谢谢你们帮我们 like and share。那些还没有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的，记得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分享，谢谢你们。啊 ，OK。Hello。Don't press my things, Hello, 大家傍晚好。Hello, Sherry, Noel, Sokting, Vivian, Sally, Serene, Tong Tok Bang, Linda. Hello, 你们傍晚好，谢谢你们帮我们来 share， 谢谢。我们现在应该可以开始了。今天我们煮三道，一个是第一个是蒜泥白肉，然后第二道是姜蒜豆鼓鱼，第三道是虾煎。虾煎我们会做很像那个蚝煎煎，好像那个蚵仔这样的。但是没有蚝了。我们没有那个 oyster， 没有蚝啊，所以我们用那个虾来代替，所以我们就放虾煎。你要不要跟美国人讲？大家好。好了，妈咪，我们开始哦。我们先开始那个蒜泥白肉。蒜泥白肉是用那个三层肉，所以我们现在要三，所以不用切哦，就是这样三层肉。整个不用切。就是要洗干净啊。洗清洁哦。洗清洁就可以了。你放一些盐。盐。这个是盐哦，这么像。盐啊。对啊，盐。OK， 盐。还有酒下去，对，我们就是用一茶匙的盐和一汤匙的花雕酒，然后腌一下那个三层肉。Hello Dorothy， Hello Linda， Good evening， 来 King， 傍晚好， Lian Ying， 晚上好，谢谢你们都很准时来看我妈妈煮菜，那些忠实的 followers。这个等水滚，我就放下去。OK， 我们要煮水啊，然后等那个水滚，我们就会把那个三层肉拿下去煮。这个鱼哦，我要煮这个。等一下，然后我们第二道就煮，第二道是煮那个姜蒜豆鼓鱼，所以现在我们先腌制那个鱼肉，因为这个鱼肉要腌制至少15到20分钟，所以等一下我们拿来炒的时候，对吗？它会比较软点。放点水哦。所以我们放点水。其实我这个已经放了了。你之前有做过？因为我要腌一下它，等一下炒。我们之前有腌一下了，所以放一点木薯粉。我们放木薯粉。然后放一点水。然后放点水。然后水。木薯粉跟水。盐，然后盐，还有一点油，还有油，对啊，一点点油。OK， 然后我们就放在那边，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倒掉这个水的，这个水要倒掉，要洗的嘛。要洗，就是倒掉水。我们倒，等一下我们就是要倒掉这些水，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去炒了。然后它炒出来会比较滑嫩，比较
比较嫩滑啦，很嫩滑，对。要水滚了哦。可以水滚了。把这个肉放下去。我们就把那个刚才我们腌过放过盐和花雕酒的这个三层肉，对吗？放下去煮。Hello, Sally-o, good evening, Vivian. Hello, 谢谢，不用客气，我们只是分享。Hello, Helen. Hello, Jenny, 傍晚好，谢谢你们帮我们分享，帮我们 line share, 谢谢。这个水滚了哈，你就关小火慢慢给它，现在没有滚啊，哎，喝水啊。刚才有滚了，所以你就是现在开大火给它滚，它滚过后对吗？然后再关小火。什么东西开这么大声？我刚才关掉了，他们帮我开了。慢火给它煮完，滚了啊！没有，我要慢，等下滚了就慢火。然后我们就是把那个水滚，滚了过后，我们再转小火煮。它的那个泡泡像一下，像小火给它滚掉了。就是然后现在关小火。然后多久？差不多十五分钟。我们就放小火煮十五分钟啊，十五分钟。这个鱼的水倒掉吗 ？OK， 这个鱼的水我们倒掉，因为之前我妈妈已经腌过，就是放这个。马铃薯粉、木薯粉，还有放木薯粉、盐、油，和水，然后腌制差不多二十分钟，蒸一下，蒸在水里面，给它浸泡二十分钟，然后现在倒掉那个水。这个水里面我要加葱跟姜。OK， 刚才那个煮这个三层肉的水，我们要加葱和姜。放下去。OK， 咪，你可以慢点吗 ？OK。葱跟姜 ，OK， 我们放葱跟姜。OK， 你很快了，你没有给我机会讲的时候。看 ，OK， 我们放葱和姜进去，那个水跟那个三层肉一起煮啊。Okay. 我们要慢火煮十五分钟。先开火，我炒这个鱼。OK。你在步骤跟步骤之间要停顿一下， okay， 哇，你很快嘞。好，刚才这个鱼我们腌制过，我们有浸泡过那个水啊，就是木薯粉、盐和水和油，然后二十分钟，现在它就会比较软，比较滑。然后我们现在要炒第二道菜啊，就是姜蒜豆鼓鱼。Hello, Cindy. Thank you for like and share. Hello, 谢谢你们。给那些还没有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的朋友，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帮我们分享，谢谢。现在我弄这个放鱼丸。对，他煮的东西都会比较容易，所以容易学。放油，你觉得？OK， 我们放油放热锅，所以我们现在要煮那个第二道菜哦，姜蒜豆鼓鱼。热锅先，我妈妈今天用的是那个巴当鱼，巴当啊，她今天用的是巴当鱼，然后切片，姜跟这个全部切进去吗 ？OK， 然后那个我的，然后那个姜啊，弄到水，那个姜还有那个蒜头和辣椒，我们都切碎啊。切脆的，下面放下去炒。放姜先啊。OK， 我们先放姜，给它炒香点。On the pan。哦 ，blur not clear 哈。我是你的安康。因为我没有，可以吗？现在会比较好一点吗 ？Hello, Eileen. Hello, good evening. Hello, Cal. Hello, good evening, Regina. 谢谢你来 share。我们先放那个姜下去哦，然后爆香，就是全部的那个姜和蒜还有辣椒都切脆，等一下我们要一起炒。谢谢你们帮我们 like 还有点爱心，谢谢。对，我妈妈讲要慢点，要不然她的肉不熟，因为她的肉那个三层肉对吗？要就是慢火煮至少要十五分钟。然后姜爆了，再放蒜。OK，
OK， 那爆那个姜啊，爆好了，我们再放蒜头。给我们放蒜头。我站远点拍。哎，还没有帮我们分享的朋友，请帮我们分享，谢谢你们。你们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发出疑问啊，然后我可以一一回答你们。Hello， 珊珊你好。Hello， 莉莉亚，傍晚好。金布亮妈跟表弟一样。哦，今天你跟表弟一样煮蒜泥白肉啊？我不知道嘞，我们现在都不可以再看。有人讲说你跟他一样煮蒜泥白肉。我没有去看。放个豆豉啊。啊，这个是那个豆鼓豆豉啊。豆豉。豆豉，你要拿给别人看你的豆豉。这个。WiFi a bit lag， 我要站靠近一点那个 WiFi a bit lag 啊。OK。等一下 ，OK， 我们放辣椒啊。我给你们看那个豆豉豆是什么？这个 fermented dried beans， 豆菇，它不是。OK， 这个我妈妈用的是这个，这个是啊 ，Triple A 的，然后，就这样啊，2.3 ，OK。好了，我它炒香了，然后。把鱼倒下去，然后把那个鱼倒下去炒。可以吗？现在那个还会 lag 吗？还会 blur blur 吗？不要去搅蛋啊，不然鱼会碎。哦 ，OK， 你不要去搅那个鱼片啊，要不然等下它会烂脆掉啊。哇，珊珊你两边跑啊，一下子来我妈妈这边，一下子去那另外一边。我妈妈今天用的是巴当的鱼片，巴当鱼，巴当鱼片，所以不要是去搅它，要不然等下它的那个鱼片对吗？会脆掉。看它两边变白了。你看它变白了，然后你才翻啊。Hello Florence，Hello， 你好，下午好。哦，这个伊琳她也是两边跑，她也是看另外一个。好，现在我们蚝油 OK， 我们现在倒一点蚝油。蚝油。好，谢谢伊琳，谢谢你的支持。黑酱油。OK， 我们放黑酱油。黑酱油。放蚝油跟黑酱油啊，给那些刚刚加入我们的朋友，你们不用担心说加一点水，给我们加一点水啊。你们不用担心说你们不知道我妈妈放多少的那个酱料、酱油、酱青，你们不知道多少，因为直播过后对吗？我会拍照，然后把那个食谱就是多少的分量很详细的。写在我们的那个照片的那个讲解中，所以你们不用担心说你现在抓不到它放多少，等一下我会很清楚的写给你们看，然后你们 follow 我们的 page， 你们就会看到那个照片了 ，OK？ 鱼好了啊，你看那鱼熟了啊，一片一片。OK， 那个鱼很快就熟了，因为它没有切很厚啊 ，OK，、哦、然后就可以好就好了。如果你们还是找不到那些食谱对吗？然后你们 message 我们，我可以跟你讲说它在哪里，还是你不懂，你现在跟我讲，我等一下就我可以解释给你听，弄给你们看。你那个鱼就好了，那个姜蒜豆鼓鱼就好了。其实你也不用鱼片啊，你们如果喜欢那种好像鱼头啊，鱼头啊，还是鱼肚子啊，鱼肚子，
还是你的鱼要比较大块一点啊，还是啊都可以，还是你要一整条鱼都可以，只是我们比较喜欢吃鱼片啊。Hello, Vion. Hello, 下午好。巴当鱼，潮州人最爱吃。对，巴当鱼比较好吃哎，煮鱼汤也是好吃。你拿来炸、拿来煎也是好吃。Kathleen， 你要我们 send 什么 link 给你？你要我 send 什么 link 给你？你可以跟我讲吗？谢谢你，珊珊，谢谢。因为这个是那个黄金时段，有很多人也是在 live 啊，所以很难上去。可是不要紧啊，我妈妈只是纯粹想分享，所以 is OK， 不要紧。然后那个，好，他对他煮的东西又快又简单。OK， 妈咪，你煮第三道菜。OK，Kathleen， 我们那个如果你要去看我们的食谱，对吗？你可以去我们的那个 page 啊。哇，那个飞机飞过。你看，你去我们的 page 对吗？我们的食谱啊，全部都在这边。OK， 你看，你去到我们的这个 New Secret Recipe 的 page 对吗？然后你们每个人应该会看到这个 video 这些 tab 啊，这些 video shop photos， 然后你进去 photos 里面，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私房菜食谱，对，然后你就进去里面。对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食谱，我们之前全部煮过的食谱。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好像煮这个五香，你就点击进去，然后你去这个 See More， 然后See More， 然后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里面的那个分量、那个材料有多少。这个现在我们煮的这个鱼的食谱，哇，因为还没有直播还没有完，所以我还没有 po 上去。过了直播过后我会 po 上去的，所以不用担心。所以我们这边的食谱有总共有多少啊？刚才我看到183，对吗？对，有183个食谱了。所以谢谢大家这三个月以来的支持。所以现在我妈妈煮好这个姜蒜豆腐鱼片啊。OK， 我们现在煮下一道菜。下一道菜是那个虾煎。这个虾煎不是那个我们每次煮的那个蛋然后放虾而已，这个是好像那个蚵仔的那个白灯这样。可是因为我们没有蚝，所以我们用那个虾来代替。所以那个材料对吗？有那个地瓜粉，地瓜粉是 sweet potato flour。 OK， 我给你看那个 sweet potato flour。 Hello Sharon， 你好。 Hello，等一下，我看那个 message， 哎，为什么 stuck 住啊？是我 hang 住哈。Hello 瑞奇 ，Hello 你好 ，Hello Sharon，Good evening。OK， 这个就是地瓜粉啊 ，sweet potato flour， 这个fair price， 因为 supermarket 都会买得到了。这个就是地瓜粉 sweet potato flour 哦，所以你要做蚵仔的话，对吗？就是用这个 sweet potato flour。我们今天用的 potato flour 只有30克。30 gram，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家里找的分量。You can find our page， 我们的 page。哎，你 PM 我，然后我 send 你那个 link 可以吗 ，Kathleen？ 我现在在直播，所以我不可以把那个 link 给你。你 PM 我，我 send 你那个 link。我要加100 ml 的水。Okay， 然后30克的地瓜粉，我们加100 ml 的水啊。请问那个水晶眼睛一盒多少钱？哦，它是两盒买的嘞。OK， 这个 Jenny， 我们等下 PM 你可以吗？你可以 message 我们吗？我们把那个价钱给你。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你 message 我们呢、啊，我们再跟你联系。OK， 那个火要关小，先办一下。关掉先了。OK， 关掉先。OK， 30克的地瓜粉啊，加100 ml 的水啊。嗯。然后把它搅拌均匀。然后我们用三粒鸡蛋。谢谢你 ，Jenny。OK，Kathleen 可以，你 PM 我，然后我把那个 album 的 link send 给你，谢谢。那个鸡蛋里面有黑黑的，你们就拿出来。哦，如果那个鸡蛋里面有那些黑黑的，要记得拿出来。打均匀。OK， 我们打均匀啊。
要加调味料吗？还是等一下？可以放一点没有，放一点胡椒粉。我们放就是四分之一茶匙的胡椒粉。鱼露等一下我会，等一下最后会放。等一下我们有一汤匙鱼露，我们最后才会放那个，等好了时候我们才会把那个鱼露放下去啊。然后我们记得这个是地瓜粉 ，sweet potato flour 30克 ，30 gram 加100 ml 的水， 100 毫升的水。Hello， 苏良 ，Hello。可以放猪油，你敢吃猪油？呀，对他每天都会想不一样的菜，然后跟大家分享。谢谢你 ，Sharon。Good evening， everybody。Good evening， Florence。Hello。屏幕一直跳啊，我也不懂为什么一直跳嘞，可能我不要用 WiFi 啊，家里的 WiFi 最近有点慢，我用我的 data， 你们稍等一下。OK， 那个油对吗？我妈妈是用猪油啦，可是你不用用，你不用跟她一样用猪油啊，你用普通的食油就可以了，因为她讲用猪油比较好吃。我们健康就不要用猪油啊。其实猪油也不是不健康啊。因为以前的人都吃猪油都没有什么事情，而且又没有化合物。现在他讲猪油没有化合物 ，OK， 你也可以掺 normal 的油啊。你煮那个这个好这个虾煎的时候，对吗？油要放多一点啊，不可以，不可以少油，因为等下它的这个就不脆。你去外面吃蚵仔就知道它放多少油了。OK， 你就把那个你要从旁边下啊，就全部放下去。对，然后你不要用你的那个，你不要用你的那个汤匙去搅它，因为等一下它会粘住那个嘛，所以你等它，就是你等它变那个translucent 就是透明了，然后你就把它翻过来。对，你看它的粉哦，差不多要变成那个透明的。呀，对，你看那个粉就变半透明，你就可以放鸡蛋了，你不用翻了。对啊，等一下。要放鸡蛋先。OK， 你放鸡蛋先啊。嗯，后面放鸡蛋。现在还会吗？现在我已经改用 data 了，还是会 jam 哈、啊。OK， 然后你就把鸡蛋放下去，你就跟它分散，对。要放多一点油的。呀，哦，就是这个虾煎啊，这些你就要放多点油，它才会比较脆一点呢。呀，你去外面吃哦，你如果看到那个人在煮你的哦，你就知道他们放了多少油。可是你如果不想放这么多油也可以啊，就是随意啊。可以，然后你就是把它煎到脆脆。呀，对不起，有点 blubber， 我也没有办法，因为那个 WiFi 不可以，我的 network 也不可以，可能真的是 StarHub 有一点问题啊。Sorry。因为家里的是 StarHub， 我的电话也是 StarHub， 我也没有办法。OK， 我妈妈叫我去客厅走一圈啊，因为 StarHub。要煎到两边脆啊。OK， 我不要自动就不会模糊。OK， 要煎到两边脆脆啊。OK， 我有用。OK， 煎到两边脆脆了，对吗？然后我妈妈，然后你就放多一点点油。哎呦，这么多油 ，My God！ 我是这样的。OK， 然后你就放那个虾，还有虾米，然后你就放虾，把那个鸡蛋推去一边，然后放虾。然后把那个虾炒熟，如果你们是用那个蚝的话 ，oyster 就不用煮这么久啊，就是蚝可以生吃了。嗯，然后这个是虾嘛，然后我们就炒，然后我们就一起，就是炒在一起就可以了。
然后就最后就放那个一汤匙的鱼露，就倒旁边了，倒下去。啊，他觉得不够鱼露。呀，谢谢你 ，Sharon， 谢谢。火要开大是吗？ 对你煮这个时候火要开大，要 脆才好吃吗？要脆脆吗？ OK， 我们现在才倒那个葱还有盐碎哦，葱和盐碎。Yeah， 谢谢你 Lily， 谢谢将就将就，待你们看重播，那个 network 不好，我也没有办法，我要打去 complain 了。OK， 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上菜了。OK， 然后那个虾煎就好了，这个就是我妈妈的 style of 那个虾煎。虾煎啊，这个是虾吗？不是蚝煎啊，虾煎，因为我们没有蚝，我们用那个虾代替。这个辣椒你啊。Okay， 然后这个是我妈妈自己调制的辣椒哦，这个辣椒对吗？是那个 Belacan 辣椒，然后她加一茶匙的那个 Belacan 辣椒和一茶匙的那个白醋，这个辣椒是这个辣椒嘞，我要自己找这个 ，OK， 这个辣椒是这个，看得到吗？这个 Belacan 辣椒一茶匙。的这个辣椒，然后还有就是一茶匙的这个白醋就可以了，就是这个蚝煎的这个虾煎的辣椒哦。OK，那个辣椒顺便调了在牛肉中。然后妈咪他们问你那个这个去哪里买的？哇，这个我妈妈是在敖贡猫外面的一个那种外面的他们的那些地摊，不是地摊啊，还有一个摊十块钱的啊，他就是在那边敖贡猫的外面啊，对，敖贡猫的外面，可是不懂他们还有没有在那边啊，因为他们每次都是在不一样的地方的嘛。 OK， 现在那个肉还没有好，还在煮哦，所以你现在要做什么？差不多了，所以现在要做吗？拿上来，你就要切。哦 ，OK。调那个酱，还是要调那个酱 ？OK， 我们先调那个蒜泥白肉的那个酱先呢。OK， 在这边。我站在这边了，你在那边弄。Okay. 这边。这个我里面哦，沾那个肉的，我会放一点蒜头、辣椒、青葱。OK 啊，那个蒜头、辣椒和青葱就是切碎啊。然后放一点点糖。放糖。然后放酱青。有些人喜欢放酱油啦，但是我觉得放酱青。呀，你可以放酱青哦，酱油、酱青。然后酸甘刺。可以酸甘汁。啊，我放两粒。两粒。你喜欢酸的就放多。啊，搅在一起。Yvonne， 已经煮过了嘞，虾酱鸡，你去看。你们如果要，再可以再做。啊，对呀、啊，如果你们要，可以再做多一次啦。虾酱鸡，不要紧。这个沾白肉，沾那个煮熟的白肉很好吃。OK， 然后这个等下那个三层肉对吗？会很好吃。谢谢你 ，Nancy，Thank you， 谢谢你分享。看了肚子饿，对哦，我也是很想吃哎，那个。OK， 我们那个肉要拿起来了。就是煮了差不多蛮久了，从一开始煮到现在。就要煮给它软了、啊、对，你看插下去就可以了，可以插下去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拿起来就是要切，切一片一片，就那个水可以倒掉了、哦、那种可以吃的，可以吃的、啊、可以来煮东西，可以拿来煮东西，不会肮脏吗？那个水肉的水啊，就是肉的汤。你不是每次要拿烫过、穿烫过，那个水要丢掉了、这个、肉已经洗清洁了。哦 ，OK。如果是排骨这些就要穿烫。哦，那个水你们可以拿来煮汤啦。那个水可以拿来煮什么？啊，你可以来煮放鱼圆、煮菜，放菜下去也可以。哦，放菜下去也可以煮。放冬瓜。冬瓜就煮你的汤。好，今天我们的煮的是豆鼓鱼片，姜蒜豆鼓鱼片，还有就是这个虾煎这个奥拉斯达罗。What you put in the soup to boil？ 那个 soup 里面我们有放姜片，还有葱。等我们那个
这个三层肉对吗？我们在放下去之前有用盐还有花雕酒腌过，然后我们就放下去，那个滚水煮，那个滚水里面有放姜片还有葱。Hello Peggy, hello。Thank you, 贝奇 ，Thank you。Favorite pork belly with garlic chili 哦，这伊文的最爱啊。你叫你的爸爸煮哦，伊文。而且这个很容易煮啦，你应该 OK 啦。你明天去巴萨买那个三层肉，自己煮也是 OK。我觉得很容易嘞，这个三层肉，这个白肉，就是你切一片一片哦，不会烧吗？会煮的人他们不怕烧的，他们的手在那个铁的这样。对对，美玲，我们住在后港，所以我们每次买东西都在后港啊。对，我们住在后港。如果有一点点骨，你们不要骨哦，可以拿出来了。对啊，它有点骨，你们不要，你们就拿出来。多吧，有些就会连带一点骨。对。要放盐还是放醋？放着，放圆哦，你可以摆这样圆圆，然后 ，OK， 我拍你们，我妈妈煮切东西啊，她在切东西这样 ，OK， 趁她在切东西，我做广告这样 ，OK， 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们的 page， 因为这个是我刚刚放的那个shop 嘛，就是我们有介绍的产品，就是我妈妈代理的这个 Cell Glow 的这个护肤三宝，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就点击进去，然后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 message 我们啊，我们会可以跟你联系，跟你解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泡泡面膜，泡泡面膜的话，对吗？啊，如果你们也是有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点击进去哦。然后如果你想知道多一点，你也可以 message 我们。谢谢你们。OK， 好了啊，他这样快切好，他在排哦。我只是去讲一下，那三十秒他就在排那个肉了。哎呦，这个不好看哦，一点一点的。不要紧啊，不要紧，不要紧，继续。待会讲不好看的，现在他又拿掉。我们没有试用品哎，这个产品他们没有 sample， 我们没有 sample 哎。Shopping， 如果你有兴趣的，对吗？你可以联系我们，然后我妈妈可以跟你解释啊，可能你可以 meet 她，然后她可以给你 try 读，你可以来然后她可以跟你解释啊。对，这个是丢丢 dish 来的。我妈妈是潮州人，所以她煮很多，她会煮很多潮州话。你做什么？你讲锅吗？不好看。嗯，我讲刚才我讲不好看，她现在全部拿掉。每个人在看你拍那个肉。OK 啊，我重新介绍，这个是我们今天煮的这个姜蒜豆腐鱼片，然后这个是虾煎，虾煎是很像好像蚵仔的那个 style 这样。我们没有那个蚝，所以我们用那个虾底替代哦。对 ，Dorothy， 这个 skincare 是 Malaysia 介绍的，可是它的产品是从法国，是法国的法国 France 的一个 skincare product 来的。我们现在我们用过了，我们才介绍给大家。呀，对我妈妈有在用那个skincare product 啦，这么僵暗啊现在。我妈妈在用那个 skincare product。然后那个 tomato bubble mask 是一个local product 来的，我们也是有在用，我们用了好，我们才介绍给大家。大家看我们久了应该知道，我们很诚实的，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我们就直接跟你讲不好用。对，已经有很多人买过了，所以你可以问他们就是好不好用，他们都有回来再给我们买的。OK， 他在排那个肉哦，就是一片一片。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很有耐心的看我妈妈摆那个肉，这样一片一片摆这样。懂吧？累啊。现在几点？还早吗？今天很快啊。今天6:04 ，OK 啦，才半个小时而已，6:04而已。今天比较快。今天比较快，因为今天煮的都比较容易一点的。
可能我们可能我们会煮糯米饭，会吗？会煮糯米饭吗？有人要煮了。对，我们可能明天啊。明天要吗？可能明天我们煮糯米饭，对，看还有什么啦。明天糯米饭 ，OK，让你排美美了。然后我会煮鱼汤哦。他们，你叫过鱼汤了吗？下午会煮鱼汤。OK， 然后这个东西，这个要倒上去还是放在旁边？放旁边可以粘的。哦，不是倒下去的啦。你要倒？不用了，不用了 ，OK， 不用了，不用 ，OK，OK。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蒜泥白肉啊，就是你切一片片的，一片片你可以去沾这个酱。这个酱里面有葱、青葱、蒜头，还有辣椒，然后你放酱青，还有什么？还有一点点的糖。然后你就可以沾这个白肉哦，这样子就大功告成的就好了。然后这个是那个虾煎，然后有我们自己调制的辣椒酱，这个辣椒酱是那个 Belacan 辣椒哦，加一茶匙的辣椒和一茶匙的那个白醋。OK， 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啦，煮到这边，谢谢你们大家跟我们一起，喜欢我们的分享，谢谢你们。还有什么 message 吗？谢谢 Sotin， 谢谢，不客气，谢谢你们喜欢我们分享，谢谢 Florence， 谢谢 Kim 咯，谢谢。给我拍个 thumbnail 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谢谢你们。好 ，Florence， 明天见。你下班。OK， 谢谢。如果你们喜欢我们产品，还是喜欢我们，请记得帮我们分享、按赞，谢谢。Karen， 谢谢你们哈，我们明天见，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晚上，然后 enjoy your dinner， 谢谢你们。如果有任何问题再 message 我们呢，好，拜拜。拜拜，再见。再见，拜拜。Thanks Peggy， bye。See you tomorrow， Eileen， bye bye。拜拜。